我们的业绩线往里面3%，是没有亏损。我赚了1000万，你上个月收了2000万。 shit， 等下开会要被老板撸了。啊！等下有加班。 超级吗？什么事，巴图吗？你信我，我们这一个月终于赚到1块钱，我们之前拍的戏终于有回报了，终于突破了，好感动！我们的未来不是梦。虽然我们成本用了100万，但是我们的付出。 终于有了转机，我仿佛看到了正义的曙光。The dawn of justice， 棒棒棒！为了庆祝这个月的成果，老板今天请客，走，吃草去。 타오르네. 불타오르네. 什么事，警察先生？先生，我怀疑你不用点头丸，请下车，请速调查。 2000 years later.